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陈蒿辛五段对胡子豪四段的对局。是的，这是还是现场的画面。胡子豪的话也是围甲选手，陈蒿辛今年是不是我不太清楚，好像也还是吧。本次比赛呢是在福州进行的。这是夺冠大热门吧？是的，是的。王新浩，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比较有潜力的张伯钦。那这盘棋是他们下午刚刚开始的非常的冷对静，局，是的。对，你看，其实别的小朋友可能还是有点表情啊，或者什么，他特就是真的是，你看金宇澄，他还是会有一些这种表情之类的，就像石佛一样，对，面无表情，可怕的对手。这人叫什么？张馨予。哇，这个人就太年轻了，我感觉。你都没见过是吗？我对，叶长鑫哦，这进步是真的快。这些我说实话，在很多年前我听说过，就是属于，因为我的学生的话，就像郑宰响他们这个，就是感觉是他们的前辈了，已经感觉就是，但其实。对，其实也应该算他们的前辈了，已经就后面好几批之后了，感觉，对，他们其实这里面虽然说是新秀，但其实出道，像王新浩、像陈蒿辛，他们其实出道比他们也早不少，其实是早不少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这个是按年龄比赛的，按年龄，那就是说很他久。们出道的时候，就是他们就很年轻，因为，他们成名也早，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好像不是一个其实不是年一龄个，段的。对，就是像我后来几个我不认识的，因为其实秦昊鑫，其实我是带过他，我是给他就是上过课嘛，我是知道，就是他们和后面这些就是那些我是真不认识，说让我能不认识的棋手真的不算多了，是太小了，确实是感觉，可能是去年新入段的也会有。就可能就这几年，就这几年刚入段的，就这几年刚入段的，是的。胡子豪的话，应该是时间比较久了，应该是时间比较长了，然后陈蒿鑫也是成名也很久，也下了很多年联赛了，应该说也是比较成熟，胡子豪大家知道好像棋很快，是的，他棋特别快，陈蒿鑫好像也不慢，对，陈蒿鑫好像是不是进过决赛啊？好对，像，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决赛你输我有讲，了，你讲我跟他下吗？这个有点像跨越时空的对话。我跟他下的话，对，是一次新人王战上新面人王战，的决赛，对，他输给了周鸿祎，周鸿祎，所以周鸿祎拿到了那次新人王的冠军。周鸿祎这次没有出现啊，是不是？对。周鸿祎应该也参加了，我估计这个新秀赛，对，因为这个是决赛循环圈了。对，只有8名选手，应该是脱颖而出的这八名选手。行，那我们就好，看看这两来个小看一朋下。友，哎呀，一上来就看见两个点角，现在的棋呀，就是这样，连角都不占了，直接点角。反正他见和嘛，你占一个，我也能占一个，那你倒是本来是你有选择权的呀，你可以选择哪一面呢？但是你却把选择权交给了白棋，这个黑棋是什么心理呢？让你浪费你时间啊！那我如果是白棋，我想都不想我就站这个角。当那初你不站，不是你站哪个角？你站你不得想想吗？浪费你时间这次比赛是每方1小时，一小时，然后读秒的这一种，小时一次，对，一分钟一次吗？还是30秒3次？应该是30秒3次吧，哎呀，那就是什么呀？那一小时之后30秒3次是我们最常见的训练棋的规则，就感觉他们这次等于把这个决赛下成了训练棋。棋盘棋确实也是，对，有意思，那我觉得这也浪费不了我多长时因间，为我现在让我学生孩子们下棋也是1小时后30秒3次，对，咱们那这个时候时训间，练也是这样的时间，差不多，对，对，读秒后面还没有，那他就占了这个角，对呀，他这棋你他选择在这儿，你想得到吗？
我想不到，你想不到吧？我是真想不到。哎，那要是一挂脚又还原了，对，刚才那挂脚，就是跟咱们过去的起理其实是有一些冲突的，背道而驰的，嗯，对吧？是不符合的，嗯，就感觉这个题你这边是人家的子儿，你把这个脸对着人家，让人家挂过来，是何道理啊？对，那要是之前要是咱们这么下，那肯定要被老师说了，说你这个棋肯定正常来说是不能走的，对吧？嗯，你正常来说你先走这个，然后让人走这个，这个棋你顺势走过来限制他这个，哎，那其实现在真的是没关系。对啊，包括这个站脚也是啊，站脚他会说，哎，你这个定是这边这个这边的发展比较小了，那我们肯定是站这边，这边我有发展，我当然站这边了。对啊，但是其实这个点脚还是有些故事的，因为白棋有可能是会把方向转到这边来的。嗯嗯。他其实就是浪费时间，反正我觉得就没什么道理。那这也算是一种战术。嗯，对，反正就是他就在这儿。嗯嗯，战术。这白的也不挂，你说白的他也不挂。嗯，他觉得可能挂完之后落后手，这点三没得点。嗯他不满意。啊、嗯，而且他还想了，这棋啊、哦，我不走，然后你往这儿走一个，那你多少在这儿可能是准备过的，准备过的，对你肯定是准备过，要不然你为什么会站这个角呢？你肯定是站这个或者站这个，对不对？嗯，嗯，一下我就看破他的意图，赶紧来点角。单长意图就是还是争先、嗯、啊，还是争先，就白的如果飞的话，黑的肯定把这个角守了啊，肯定把这个角守了，正常来说肯定，对吧？就你他争先手、嗯、如果飞的话呢是有担心有可能被黑白棋拖一个米刀缠住，嗯，有可能缠住，你要当然白的要顶了扳呢，黑棋其实再争先手也是可以的吧，但他有可能缠住你，现在黑的白的争最有利，你是不是要下米刀就搞不清，嗯嗯，那么实战长一个的话呢，白棋呢我就跳一个，嗯嗯，跳一个的话肯定比飞一个更为积极啊，你如果你要是拖先的话，他这棋坚一个，这样的话白棋是满意的啊，他比这个飞了尖起来也是要好的，嗯，这两个比较的话啊，白棋这两个是要好一些的，他的棋形象来说更完整，嗯，对于外面的这个控制力啊会更好一些，嗯，就他这你一冲我是虎口嘛，你这样的话毕竟将来是要被靠的这棋，嗯，对，靠完以后这个地方这个粘对你的棋形是有威胁的，你的棋形没有那么完整，也就是说白的啊，如果是这两个相对比的话啊，那实战的话黑棋就选择了选择压的这个定式，压 嗯，然后白棋长，黑棋冲，嗯，黑棋断。那这个定式下完之后呢，就是我觉得，嗯，个人我还局部来说还是比较看好白棋，嗯，啊，这个定式，就这个定式，嗯，啊，下成这样，嗯，我跟你刚好相反啊，为什么？我喜欢黑棋，你喜欢黑棋，你的道理是什么呢，方老师？嗯，这个。觉得白的低就是子儿太多了，对，不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某个定式有一点像，但是我有点忘了，就整体感觉，从心情上我是觉得黑棋这个地方也被他顶到了，然后外面的这个外势也是，比较厚实，嗯嗯，当然我知道为什么这个其实差不多 ，AI 来也说这个差不多，嗯。这个白棋这个角还是特别厚的，这边黑棋一点借用都没有了、嗯啊、对，白棋以后掏这块黑空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嗯、啊，尽情的去掏空没关系，因为这一块白棋已经非常坚实了，嗯嗯，对，但是我还是喜欢黑棋，还是黑棋对、啊、那你可能你遇到的人还是他只是来掏空，不是来攻击你这个啊啊，他要攻击我吗、啊这个、不是该我下吗，这个棋啊关键是白的过来的时候、嗯、你这块黑的太薄了，哦、嗯，就是你贴在白的这个厚上面，嗯，其实是黑白棋厚，你薄，嗯，这跟咱们原来想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嗯，就现在这期白棋厚，你没有借用之后啊，黑棋这个长这五个、嗯，还不如长三个，啊，这棋是真的吗？是真的，从厚薄的角度来说，从厚薄的角度来说，同样手数一样的，嗯、长一个也是先手。你实战也是先手，嗯，但这三个相对于刚才五个，这三个更厚，这样子吗？对呀、啊哦，因为我要想成为五个，我随时一尖、嗯，你一长，我一扳虎，我就行了，嗯，就你这棋下成这样之后，黑棋的借用更多，嗯，余地更多，扳了靠，各种尖一个啊，明白？各种的借用利用转身的可能，嗯，还有实战，如果是下成那样以后，黑棋这个就非常的重了，嗯、可以说啊，我明白啊，嗯。所以说白现在如果过来的话，
白黑棋不太怕，但如果是像是那样，如果一旦被白棋攻起来，那黑的就非常惨。那我下完一般还是会拆的，对不对？正常你下完肯定会拆嘛。但是你现在不能拆，你这个哦，我抢这边，对，哦，对，那刚才那个行，其实我之所以觉得它好啊，是因为就是我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手歌，好，就是来我们看看范老师的手歌。错误理解。对，刚才我们范老师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各种的棋理。对。突然间就是，这样的棋肯定是黑棋好，对不对？这个形状肯定是黑棋好。对。毫无疑问。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对，我这个我知道我亏了，我接下来手术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是，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对，手术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我知道我亏了。但是这个形状，我很明显的知道我是便宜很多。你便宜很多。啊，我便宜了，我觉得是。便宜很多吗？便宜不多吗？那我再给你首歌，你看我的这个首歌行吗？你下来这样，你看我再给你看我的首歌。你的首歌。你见过这个时候压的吗？压的时候白的尖的吗？啊，见过。见过。白的黑的飞一个你见过吗？我见过啊。见过吧，对吧？然后我团一下。你现在不会来团完了拐吧？我团一下应该不亏，团一下经常会团一下的，应该不太亏，有可能，对对吧？对。我肯定不会拐。对呀。那是肯定的。但如果在此之前，你应该你也没有便宜，差不多，对吧？那我拐一个，我是不是亏了？我是亏了。你冲一个，你亏不亏？还好。终于我知道我赚一个亏很多。对。然后现在主要是你关键你这个棋啊，你让我这儿多个子。对，这个我知道是很亏的。搬。我得走。你打我得粘。你再打。就你这我这一手棋的价值，我这一手棋的价值至少在三目。啊，这么多吗？至少三目。你这个棋下成这样以后，这倒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你围控的话，将来这个立了搬砖，是不是我绝对的先手？是你的，你会走吗？你不会不会不会。但如果是这样呢？我看是不是有可能我可以搬了打掉？就像刚才我们看的那盘棋一样。对，是可以。对吧？嗯。那我是不是可以搬了打掉？啊，甚至我还有可能就是立跟这边有关系的时候，对，我立了跳进来的目数，对。对。那就算我这样下，现在白的差三目啊，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现在七目，这样呢？立了白的二四六八十十二，这里差了白棋差了五目，但是你这个棋等于说你现在你打拔和我虎这个就是你打拔你多一二三四，我虎的话我多一二三四五，就这个地方可能白的就比黑的大概多了一目棋吧，算上这个多一目，那你之前亏五目。那怎么突然从三目又变成四目了呢？不是，对，就是反正三四目吧。说好的三目，就我没算过，我第一感，我就是没，我之前没算过，就我第一感，我觉得这道棋至少你有三目棋的价值。所以这个地方你铺一下，不仅仅是一点点的关系。从目数的角度来说，你亏了三目；从厚薄的角度来说，这你全是后手。如果能交换成这样的话，对黑棋来说是好很多的。所以说你之前手过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我亏了就我亏了，你亏了我不承认我亏了，我亏了我承认我亏了，你只承认你冲一个亏了，亏一点，亏一点啊，我承认这个这两下亏挺多，亏挺多，亏三目亏三目啊，其实这个局部是白棋好，就下成这样，其实是白棋好，好吧，所以我就是看嘛，他们挺爱下这个白棋的，爱下，对，那碰上这样的对手，我也就只能下这个黑棋了。我也满意，我也满意。对，其实你下的时候，你肯定还是满意的。对我，嗯，然后，总之就是这个定式，其实告诉我们，这个黑棋你得理解，黑棋这个地方啊不厚。哎，就是说啊，你主要还是看后续的利用。朋友们，就这棋啊，比如说将来你白棋，你不是分个头，我一走，你一靠，这怎么理解呢？就觉得他这哇，这立了五个，很厚。我这个棋啊，靠压两下，让他这个重复，我就满意了。但其实，如果说你让别人拆边以后，黑的这围出十五目棋，你就坏了，白棋，你就坏了。对对对，这个形状好像 AI 特别满意，就是非常满围，就是往上围的时候很满意，就类似的形状。因为黑棋这个东西，它能围住空，它也肯定是满意了。它这个其实很重很重的，它这个棋。
哦，我们对围棋的理解都是要重新的，确实，还重确新实，梳理一啊，下了确起来。实是不一样了，确嗯，实是不一样是。了，啊，没胡，实际上黑这的款走棋，这，然后白的分个头，你看对，他分头都分在这儿了，嗯，他正常来说可能说离后市远一点，嗯，对吧？走这儿的话，你正常你说你被逼住，你不是往后市上撞吗？其实是什嗯，么？我现在不是撞，我是来威胁你，来攻击你来嗯，你了，啊，没胡，对，是，其实我们看，其实这上面有胜率啊，范老师，其实嗯，嗯。下到这儿啊。你说黑棋没下问题手了吗？没下问题手了，白棋胜率已经70多了，72了，对吧？那哪亏了？你就非要证明是这儿亏了，不是，我没有证明你嗯亏了，我只说这嗯，个局部啊，白棋是好啊，所以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白棋其实能跳的话，朋友们就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嗯和自己这边有发展的情况下，这个跳是非常有利的，哎，跳是非常有利的。哎，这步棋我觉得确实也很大，被白棋走完之很后，这大，个他主要他现在不能拆边，啊，不能拆边，白的拆二，这样踮脚快速。点角肯定黑白棋就找个地儿搬了连扳，嗯，反正就是不是挡这边搬了连扳，就挡这边搬了连扳，实地了，走实地了。挡这边搬了连扳是吧？嗯，他觉得这边这个头也低，确实这现在这两个头啊，价值都不大，就看白棋怎么选。其实我的话，我会选那个半碗连板，我挡那会个选半让连它板，提在这儿。挡起来这儿也有可能啊，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因为毕竟这个棋黑棋提完以后啊，白棋这三个子有可能遭到攻击。嗯，对，嗯。如果一旦把这三个子攻起来的话，那黑的这个提其实还挺有价值的。是呀，所以确实不好判断，确实不好我判觉得断。这边更没有价值。这边，他将来想打起来，想围控，他这棋，哦，他觉得但是你这长样没有人用，家这儿也，他也起来嗯，了，所以就这个东西不好说，反正肯定是。也有可能，嗯，要我下，可能我也会选你那个，对我吧？支持你。我觉得我们的理解应该没有什么代沟吧？对于这个棋形的理解应该没有什么代沟。对，没有，没有，从来不会有。这是一代人呐，然后尖你看吧，他要围控，打起来，对，嗯，这他现在打起来，其实他很明确，他告诉你 A 和 B，你选一个吧。嗯，A 和 B 在哪儿？好像是。就是这里和这里吗？是，你我现问在，到我了，我突然有点紧张了，我走个 A，嗯。然后你走个 B，然嗯，后我走个 C，我就笑了，我不跟你是说，这个吗？这个对呀，那肯定是啊，啊，这个呀，啊，对对对，这个，嗯，不着不是，急，你以为我以为你说围这个啊，空，不是，嗯，意思就是这个飞啊。和这个飞，和我这个飞和这个，嗯，你选一个吧。你让我，你看你让我走哪个？那作为黑棋来说，我觉得他不可能走这个，因为这个地方一飞一飞的话，不仅我这儿的变得很大，你这个地方被我压缩了，黑棋必然选择这个。你就算来攻击我，我也要承受你这个攻击。这个棋就是一个弃和，因为白的如果飞这个，黑的要来长，这样的话你虽然能欺负我两下，但是我反正就扛过去就好了。这样的话，我一长，你这儿就没什么，这飞的价值就变是得很的，小空虚，了。黑的赢肯定是要贴的吧？肯肯定是要贴的。哦，没有，他跳，啊，没有贴。他想先攻一下，然后再贴起来吧。跳是先手吗？啊，你脱先啦！我挺想脱先的这棋。我确实也不好杀你啊。我挺想脱先的，真的。哎，我觉得对，遇上这种对手特别烦，就是他不补这什么块叫特别棋，烦？就是他不补这块棋，我又不知道怎么吃他，老是脱先，老是脱先，是老是的，脱先。对，这种就很烦，而且这个明显这不是双方消长的要点，对呀，那步绝太好大了，点。我觉得你这期你吃不了我感觉你就快没了。那如果这么说的话，白棋实在还下软了。我觉得软了。嗯，确实有这个心情，因有为心情，这有个心情。口黑棋不是特别好封，有这心个情，口，你如果走下面的话，它从上面靠出去了；你如果走上面的话，它这个下面拆一拆，它这个冲完了、搬完了、打完了虎，它有眼型有可以心情，活，所以还是这个狠一点啊，应该走这走这个，这怎么吃我呀？我没看出来怎么吃我，我也看不出来怎么吃，你怎么吃我？不好吃，但是它实战它是搬完了之后。硬了一个还是？让你硬，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价值。嗯，就你硬了一手，
跟梅硬啊，将来那还是比梅硬强。那我就搬了吃，你也挺惨的，其实这嗯，里。但这样黑棋就抢到这手了，心情很愉快。这黑的要我这冲都不冲啊，是直接走，干嘛啊？嗯，你会贴吗？贴的话，你肯定也再反冲我一下不呗。是，你会贴这个吗？啊，贴这个不会。那你贴这个，你贴这个我就再嗯，冲对呗。呀，我就你说这冲，你现在你不能走这儿了吧？个。嗯，你得走吧？那我就搬嘛，对不对？我冲你干嘛呢？这棋，嗯，将来我要走的话，为什么我不能走在这儿？谁规定我不能走在这儿呢？是不是？我从这过来呢？我从这压过来，我冲这个干什么呀？对不嗯，嗯。对？这都是有问题的。这个白的这个和黑的这个肯定都是有问题。然后叉，叉，一起贴。其实现叉。在你要没冲这一下，白的可能他就不能从这打，啊，对，对吧？嗯，他就不能从这打，所以这都是，他就是随时在变化啊，随时在变化。白棋这个地方也是。捞的挺猛，先把黑棋这块空给打没了，跳出去。黑搬，棋，哎，搬完了长，这是什么？搬完了长，白的挡住吧，白的粘住了，那就转嗯，换了，白的白的挡住，挡住不行，哦，挡住我冲出去，再挡住，我打吃，接住，我。你不提吗？你还能走哪我提，替我搬出来。这我怕吗？我这玩意吃了，你便宜？我大模样，不你怕不大吗？怕？你大模样，你怕吗？我不怕。不是你贴，为什么是先手哦哦。这个哦，对，这个有点小了，对呀、那我走一个，搬一下，走一个这我不爬，我就你就是你，只是说你大个，模样，你不是你这本来就是你的墨，嗯，你那我这个地方打这个吗？我不知道啊，我我不是知不是只道，能冲这个？我不知道啊，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是要啊。打这个吧？应该打这个，我就好，打冲，这个，你打了粘上长，呢，打了跳长，出来，跳我嗯，可能拼了呀。没可能吗？那我没可能，我就压一个。就是不肯死，还是要继续战，是不吧？肯死，死了白的这两块都活了，嗯，感觉要继续战吗？嗯，嗯，他是粘这个，粘黑的把这吃这了，就吃感了，觉是吧？黑的吃了呀，挺舒服的，这个挺黑舒的，服的，挺舒服挺大的。的。哎，白棋不肯被吃哦，黑棋长，白棋长，黑棋再把这个粘住，这还是一场战还是一场战斗，啊。嗯，得拖过这个，跳，照在这儿，嗯，这样的话，这边留下一个挺大的，这个吃大概什么价值？吃，5、6、7、8、9、10、11、12、13，22目吧，二嗯，十三目，那还是挺二大十的，四目，24、34目，挺大还有的，厚薄关系嗯，啊，是很大。这棋白的行吗，范老师？这白你黑的比刚才可那个你那个大模样更强。这个好像要死了，这不是，三关键是你这个大模你黑白棋的目数比刚才可少的是。个，嗯，这将来是，他就算虎一下，你这才几目棋。嗯，但黑的这还有个吃，这现在已经把你给罩进去了。嗯。你大模样不行。那这样白棋不是亏 多的我也觉得白吗？的亏了。这个，我也觉得白的亏他要实战补，黑棋就把这个走了，了。连让他跳出来分段的机会都不给白棋。你看这人家也是大哇，模样。这个模样有点实在，你看这模这条线已经基本上样。封上了。对啊。那白棋跟刚才你妈那个图，呀，嗯，这个确实，白棋大亏啊。我也感觉白棋不太好。那白棋不太好，就是下的有点不是很，
清楚啊。这盘棋感觉他们两个人确实可能就是计算都比较强啊，但是就是确实不太清楚。就这棋当初我就觉得这个跳就不能被飞，就应该提。然后白棋也不应该硬，黑棋也不该冲，就是问题感觉还是挺多的。相对于刚才那盘棋来说的话。但是我看这个，我们感觉是白棋这三个子被吃了，黑棋这儿那么大，白棋亏了。但是我看一下胜率，好像还白棋还可以，白棋还可以。真的吗？是我们不了解白棋了吧？不了解白棋了。真的。真的。真的。好吧。这是怎么回事？这第一感是白棋不太行。对啊，这三个。已经动不了了。对，嗯，但黑的也不可能很差吧？很差吗？不是特别好。那不是你关键白的，你当初分头的时候已经70了。那我怎么办？黑棋，现在呢？80了，90了。现在你到目前为止走成这样。白棋70-7左右，那不是我也没亏吗？黑棋没亏，那也差不多呀。你走到这儿你也70多，白棋没有太亏。我当时看走到这儿，你那上面写的是72。那我也不亏，对吧？反正大家互相，确实第一感白的肯定是亏了，被吃的感觉挺大的，但黑的肯定也就这一方空，还是说他有点味道，这个可能有点味道，没点白棋。但是这种棋啊，你大家光看胜率没什么用。就这个棋，你主要还是看你这里之后的操作是什么样的啊。就白棋对于 AI 来说，这块棋它肯定是有想法的，它不可能说简单的就让你就这么围住了。但如果咱们从人类棋手来说的话，这个地方如果你看不出什么棋的话，可能你的胜率下两下就掉了很多。对，就我们第一感肯定看上去白棋是不亏的，咱们的第一感不用怀疑自己。我觉得不用怀疑自己。就。白棋如果没棋肯定是亏的这个棋啊，那之后怎么操作那是我们看不到的一些事情可能是。然后黑棋争过来。那我很好奇之后他们这个地方会怎么去定型。对，主要是看这个黑白棋怎么去定型，主要是。拖。搬。搬。打。这是什么情况？黑棋肯定很想搬外边，那搬外边的话，可能白棋就一个给你反搬。活在脚里了，这。主要是黑棋吧。嗯。白棋活了以后，主要这它有点厚。嗯。应该说白棋这应该算是很厚了。嗯。它这很厚的话，这盘现在它有两个柴耳，应该说也不薄。它如果一旦活了之后，黑棋自己可能要飘起来。嗯。所以这时候的话，黑棋应该是只有忍耐的，不能发力。但是这一下不能再忍了，这可得打出去了。打，就脱先了。哎，黑棋继续补。脱先其实是一样的。就你提我也是吃。嗯，反正我吃的话你也是提，他觉得我就不走了。哦，我就不走了。继续补了一个是吧？补了一个。补了一个。其实我觉得陈豪新，黑棋陈豪新肯定他觉得这个棋还不错。我就是他把你这个味道给你消化的话呀。他还是不错的。其实对于他的判断肯定是没有问题啊。然后白棋跳过来，黑棋飞了一下。你看，黑棋就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黑棋对现在的形势还是比较满意的。反正还是比较满意的。还是比较满意的。对。又补了一个，他觉得把这个地方围住，他的路数就够了，就够，就是其实是够的，我觉得是够的。从我对现在目前棋的这个他个效率上来，我的感觉黑棋如果能围住肯定是够的。对于刚才我们说白棋为什么胜率高，可能是在这个空里边有一些 AI 他的一些手段，但是我是没有看见的，我是没有看出来，就是白棋他怎么下会让黑棋很难受，包括可能什么这种穿进来或者什么靠之类的。对，就是一时是没办法去理解他的。所以没有办法，就咱们也不能完全去看他这个胜率来判断这个形势。对，从进程上来说我觉得黑棋是不错的其实。其实黑棋还是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我觉得相信自己。
小孔剪过来。嗯，黑这个点一白方面也是棋，补强这儿。对呀，这步棋感觉挺大的，黄老师，我怎么觉得？哦，这样，我觉得白棋应该先攻黑棋。当然，他这步棋他也是，就是如果说你跟着我硬，可能我再攻你，啊，但是就这种棋，如果下步棋没什么严厉手段的话，其实没破几步棋，对吧？这其实本来也没什么，如果你攻击过来，是不是抢先？其实将来白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考虑，就像这种棋，就直接靠上来，你不要离着他们那么远，你贴上来走，这样的话走几个他就可能就有点危险了，你贴着他走。他要是搬，你就断，反正就是我就是腾挪，我就是借用，对吧？你这个感觉，你走一手，说实话，你下步棋好像拿黑的也没什么办法。那没什么办法的话，你就不黑丢，你就破了这一二三四五，五六目棋，我感觉太小。我觉得还是这招棋位置还是挺重要的，对，我觉得这样这感觉这边如果黑棋先处理的话，就你再也攻击不到黑对，的白黑的棋这块其实我活的话，黑的目肯定是可以的。了。先点一下嘛，现在白的这六、八、十、十五、二十五、35、40，白的他全局50目棋，全局50目。黑的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十八二十一三十一三十三四十五十五十二三五四五十五这一块55，这块我10目肯定差不多65。这块如果活了的话，围个五六目棋，我全盘70目，对吧？你现在你这15、25、35、40、50，你现在50目加上一点，这个就这个地方大概你能数出一些目嘛？因为白的围，白的有10来目，你黑的围的话走的话，白的还有一些目，大概就走成这样。如果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就大家互相正常的去交流，走两手，可能盘面10目左右谁是有的，对吧？我是觉得这样。所以这块空肯定是黑棋好。相信自己，相行，信自己。对，果然，现在其实黑棋的胜率就已经上来哎，已经上来了是了。吧？对，白棋走其实这边。白对吧？黑太太也没干什么，你其实就是这个地方你得弄得好一些。对，您得有 AI 的招法才对行。对。三，黑棋就把这一连挤一个，好棋。哦，白，你这棋白的袜粘啊，靠了袜粘还是后手，啊，黑的还可以连到这儿，哦，开始打，挤一下又是何意啊？味道好一点，味道便宜一点，不便宜吗？好像官子上不便宜。不是，这本来冲了打吃，这挤一下是什么意思？这不他是觉得单这关也吗？差不多嘛。不是你本来不是冲着收的吗？啊，对呀，你几个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跟这边有点关系啊？跟他这个打吃有关系？我不知道哎，关系是什么？就是拐的时候你也能架死我，我也不 对，那不知道哎，不清楚，挤一个感觉肯定不能便宜。心情上不错，挤一个，站上，白棋贴，冲出来，你看黑的还反攻你了，这棋，对啊，怎么开始反攻了？他是要反攻了，他现在这都走后了，反攻你，然后白棋拐，这个时候去拐，然后黑棋也挺凶的，黑棋直接搬这个，黑棋想我要能从这儿连上，我就不用往回走了，是不反正用我往了，回走，你就是三口气，对吧？对。我走一个，你就是三口气，不能再长了。那我就先看看这边能不能把你收回去。实战白棋是。这盘我觉得还是明显能感觉到两个小朋友的棋，对对，还是相对来说稚嫩了一些。中间还是有一些比较粗犷的地方，粗犷的 是吧？刚确才实，那盘棋还挺细腻的，看着。范老师这个可以，这个评价粗犷可以。那这不白棋往空里走了一个，黑棋也没理吗？然后冲，哎，这被夹住了，是吗？这个棋你死我活了，我感觉。我怎么感觉白棋那么危险呢？这被一夹是什么情就况？白的往里长呗，长一个你能长气，对，长完拿之起后来想就想。穿出来给你杀呗，那还怎么的？
我连不上吗？黑的。冲这个。为什么要冲一个呢？直 接如果冲怎冲么这了？个呢？对啊，如果对啊，冲我这想个问，呢，就是，冲，走，提，不懂就问。一二三四五口气，白起。我捡回来，这是什么呀？一二三四四口气。你收不住我气吧？应该，你能收住我气吗？你等一下啊！你比如说你跳一个，跳一个白的是三个，我扑你走，我走你走，打吃。哦，这边是快一气，这是快一气的。那我再冲这边呗，我把这个都收紧了，我把这个收完。你再提吧，方老师，再提。收气，对吧？这我这就全都先手了，然后我再冲这个。你只能接住吧，我再断。大，那这不是你坏了吗？我坏了。对呀，打劫了吗？打劫，我这收气全是劫，我这一二三四五口气，你先四口气。这可怎么办？你不行了，我黑的不行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冲在那边呢？粗犷呀。不，但我们也不知道冲在那边是什么情况，搞不冲好在也有也可能，可以。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也可以，但我是觉得这冲这个好像很简明真的哦。啊，没有变化呀，这棋我走成这样是一本道啊，真的叫一本道啊，它不是两本道，是一本道啊，你冲不出来，你冲我一粘，你再冲我粘，你是死的，你只能收气，这个地方你能收死我就你已经很不错了。这期我往外边走，我这冲了靠是个什么？我还，你能不能吃住？我还不好说呢。这地方，我就算你把我吃住吗？我吃住往这全先手，我冲了一粘，我冲了一粘。你这棋，你要是被我断，肯定你是肯定不行。你要走这边，我打了一吃，你要这样杀我，肯定也杀不掉我。杀不掉黑棋不就收气吃？那肯定不行啊！这被我冲出来肯定不行。哎，那我有个问题啊，我这线能不能一二三？那这个不入气，我要是这个能收住你气的，我能不能打这个呀？我不冲出来了吗，哥？我冲我打出来啊，了。不，哎，哦，对，我这不冲出，你只能粘。哦，不行，只能行，粘，这没变化。看看实战，什么情况？呀，这个棋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复杂？白棋冲，先冲这个。黑的打吃，对，然后黑的不能走这个，走这个被白棋冲出来了，对，冲出来所以黑棋只能打这个先，一本道，挡。这是什么？这怎么对杀？怎么感觉黑棋有点凶险呢？黑棋就不杀了，黑的不就连出来了吗？黑的把这连出来，不用收气了，那也还好哎，那黑的是不是满意了？我去，白棋打在这儿啊！真这是，黑棋的棋有点长嘛，不要命了吗？这棋他这可能打那个也是不不够满了意是吧？吗？吃了吃还被我兜回去。就做活嘛，活肯定是能活的。不是你吃这他个，那满意吗？他这儿都抄完了，你觉得他能满意吗？我都不用收气了，我全出去了。那你现在应该这是不棋，满意吧？你只有五口气，我就要提醒一下你，我就是善意的提醒一下你，只有五口气。哦，这我样知你可道以他可贴能一就下。拼命了吧？哦，贴一下能一二三四五，你有六口气，贴一下也六口气，他是不是就拼命了？拼命，好吧，拼命吧，对，如果白棋打这个的话，我觉得白棋应该是不太行不吧？太行，不我够这是搂完了一退，你这还得吧？补，是，然后我这再补一个，确实这一串什么都没下这着，个好像亏的有点多。送你一手棋，对。这个亏的有点多，没错，然后他也是拼了，他才拼打的这了，个，然后黑棋走，白棋打，黑棋长，
白棋如果说走这个的话，黑棋粘，这边白棋是不是封不住黑棋啊？贴，长。贴呗，咋吃这个？不，主要现在这棋是黑棋，是不是说我不见得一定要这两个子？哦，我有可能拐这个，方老师，哦哦哦，我有可能不见得要这两个子。你是，吃我也就给就你把了，这个全连我上，把这两个连上，你就送手棋进去啊。是，我这不是也在包扎了吗？棋也算包扎了，是不是？是是是，嗯，你说的对，啊，实际上差不多，方老师。尖，那他尖黑的也是拐，然后贴住嘛，贴住，然后他就冷静的吃回来，然后白的几个还粘住，他也是这样包扎一下。那确实黑这棋肯定是白的亏飞了，确实是白的亏飞了。就从这招棋开始，就走着开始，我们就算一下得失就好了，对吧？白棋最终只是在这吃了几目棋，很少的。将来关键你要收气，可能这你可能要收回去，对吧？你吃了可能五六目棋，然后黑在这里就吃了很多目，这里连回来之后对角上后薄棋也有很多的帮助。然后现在这块棋白的是不是活？还不见得，还没活好像。这棋我就冲了一点，就是死的。你得补棋，啊，这么惨吗？我冲啊，你挡吧，我就点一个，我再一点，这边，哦，就你这有点棋，但是那或者我顶一个，就我觉得你没活这棋，说实话，就包括你这你不冲，你将来怎么就是。对吧？你这个，白棋还不见能活。这里白棋可能还得补一个，还得搬一个这棋，所以整体换算下来，这确实白的应该是亏不少。对，白棋得搬完白了棋得补。搬了补了嘛，再搬了补了一个，搬了挡了一个。黑棋这样，你看他一拐，这样的话白棋彻底得生气了。黑的进来长一个，白的一贴，黑的能收紧这里，黑棋铁后。现在你就三口，你就多快我一口气，全部收紧。白的一共吃了这五目棋，这亏飞了。还是有点粗犷，看来。这个我们胡子豪同学还是粗犷的围棋，属于。是不是跟他下的快快有关也系，有关也有系？关系他判断对的时候那是无敌了，啊。但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棋还需要更细致一点。提了，那黑的一长，尝一下，全对，收回去了。收回去，顶，拐，啊，这还拐一把，啊，拐一把也太粗犷了吧，不便宜吧，不便宜，你这就破了这，因为其实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白对棋这个先手，就是这啊，个地方，这个地方还不见得是木呢，你让黑的这多个子儿，他干啥呀？这个确实是不见得便宜，这关键这还不是一目棋。但是也有便宜的可能性，啊，对，对，这种地方就，哎。啊，对对对，冲一下，点，收，这个黑棋应该差不多进入读秒了。黑棋立下来，白棋提，黑棋就把这个挡住。这个棋盘面十来目差不多吧，不知道，粘。没点，应该是感觉是输了，白棋。白棋飞，黑棋就尖住。白棋飞，黑棋尖完了之后，顶。白棋粘，黑棋就把这个接住。搬粘啊，这个我们可以学习一下。黑棋是补在这儿，把这个搬粘也补了，一我手在棋这不儿累。不怎么样，不是，啊？我在这儿不怎么样，为啥？感觉总是走在这儿好一点嘛，对吧？你从各方面来说，应该，
对，就是不要去补这儿，不要粘上，不要补这儿啊、嗯，这个要补在这种位置，嗯，把这个斑斩给补掉。对，然后白棋尖，黑棋就立，白棋爬一个，嗯，黑棋拐，白棋夹，黑棋顶，这个，其实已经是小官子了，小官子，我们可以点点目了，其实对，你来给我们判断一下形势就可以了。对。对，我来点一下，把这个简单的交换掉，你就可以。八、九、十九、二十、二十四、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四十、四十九、五十、五十八、五十九、五十八、九，白带五十八九目，嗯，可能算最满就六十吧，嗯，黑的这里是一二三四五。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二十二十二十六三十六三十八四十八五十八六十六十五六六六七十八六七十七七十七十四七十五目左右，盘面十五目，啊，差不多，哦，那跟后面的这个小官子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哦，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嗯，这棋就应该是没什么官子。嗯嗯，盘面十五目左右。嗯，最终确实也是233手，黑棋中盘获胜了，嗯，啊，是。最后我看目差最后下到最后的话是领先二条五，那就盘十，后面可能对稍微推让一点，嗯嗯，可能嗯也没关系了。嗯，那这盘棋主要的胜负关键点就是在中间，我觉得在中间，其实就是在中间，在于对于这个子儿死完以后，白棋这个死棋之后的利用，嗯，这个棋就是可能得往里边靠，我觉得白棋得往里边靠。嗯嗯，是啊，后来等于被中间等于被这个黑棋陈豪新先动手处理之后啊，嗯，孤子就不是孤子豪，胡子豪对于这块棋没有威胁，而是去调成七十四，七十五目左右，盘面十五目，啊，差不多，哦，那跟后面的这个小官子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哦，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嗯，这棋就应该是没什么官子。嗯嗯，盘面十五目左右。嗯，最终确实也是233手，黑棋中盘获胜了，嗯，啊，是。最后我看目差最后下到最后的话是领先二条五，那就盘十，后面可能对稍微推让一点，嗯嗯，可能嗯也没关系了。嗯，那这盘棋主要的胜负关键点就是在中间，我觉得在中间，其实就是在中间，在于对于这个子儿死完以后，白棋这个死棋之后的利用，嗯，这个棋就是可能得往里边靠，我觉得白棋得往里边靠。是啊，后来等于被中间等于被这个黑棋陈豪新先动手处理之后啊，嗯，孤子就不是孤子豪，胡子豪对于这块棋没有威胁，而是去在这边走了这个还手，嗯，被黑棋把这块棋等于以攻为守，把这块棋等于把这先手安定了，嗯，这是白棋的一个失误。是的啊，当然最后这个地方白棋如果冲，好像黑棋是不成立的。嗯，没有抓住机会，没有抓住机会，这个是这应该是败招。嗯，这个冲是败招。嗯，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嗯，感谢您的收看。好。